鸳鸯新冷，霜华重。妖惑人间，天难容。情不为因果，缘注定生死。浮华沧桑，终究难逃。天地作国，化气成豪。 凝露为霜，乾坤定章。50年前，东海边的一个渔镇，出了2只妖怪，冤怪和殃妖。 这鸳鸯二妖本是渔镇柳河中的一对水鸟，为了修成人形，吃人无数。师父，降妖天师带徒弟前来降妖，与二妖大战300回合，难解胜负。 真正的八仙出现。
三怪被打得原形俱散，化作一颗灵珠，被殃妖救走。向左，彩虹，千万别误了蟠桃会。殃妖为了替夫报仇，为这余震布下一劫。此争50年后必有一场大劫，一切因果皆有定数，到时。 我们再来化解吧。自此之后，余震百姓为谢八仙，更名为八仙阵。这就是八仙阵的来历。至于结束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啊，是不是真的有妖怪啊？他说的真的吗？说不定啊，这个是奥运说的吧？这个说不准。你看这天。 成天云绵绵的，说不定啊，算八定，这劫来早就来了。这怎么办呢？那女子给那鸳鸯点上眼睛，就能成妖？是啊，真的有妖吗？是有妖吗？嗯，好了，哪儿啊？干啥呀？这能成妖吗？ 这事儿不是归龙王管吗？对呀，应该是龙王管。没错，应该请东海龙王。你该请河神，对不对？对。再请河神。会不会收妖啊？会啊。会什么？哎呀，倒是不收妖。有这本事啊！你就拿出真本事来！哎，嘿，嗨。 要在哪里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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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哎呀，哎，怎么？哎，要在这里。好了，这只鱼妖已经被我收到这只缸里，没事了。哎。 不用害怕，不用害怕，这只是一只小青鱼精，看我怎么收拾它！哎，你，哎呀，哎呀，我，你，收了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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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镜中花，水中月，诸相非相，刹那生命。若见非见，若闻非闻，水中之物何以怒生？万妖出动，民不聊生，大劫将至，
须以至诚之物祭献河神。乡亲们，这鱼妖啊，是被高人所收了。这高人说了，要祭祀河神。咱们八仙阵，这历代都是靠水为生的，祭祀河神，那是理所应当的。对，理所应当的。哎，每家每户都必须上供，听见没？啊！咱们总结一下，当心点，别溅我身上。你说你这臭毛病，今天我还真就说说你，你下次读书的时候能不能有点节奏感啊？能不能讲究一点，抑扬顿挫，平仄起伏呢？你看我，水中月，镜中火，还有没？还有你，你把那破玩意儿给我放下。铃铛啊，你说你那个破幻术，你每次都幻化出鱼把我给吞了，吞就吞了呗，腥就腥点无所谓。你说你幻化出那么个恶心的玩意儿，你还让我跟他，哎，好好好，我不说，我不说，行了吧？我话多。四大名捕在此，范仲锥，队长，你跑偏了，队长，哪里跑？轻点，轻点，轻点，他说让你轻点。什么人？他说让你轻点。啊？他说让你轻点。我早点说。哎，你还敢跑？你把镇上失踪的人藏哪儿去了？啊，你以为你装成一个卖枣的，我就抓不着你了吧？卖枣的不应该是那样吗？哎，嗯，啊，俗人未果，圣人未因，因果循环，混沌不开。天天爪子啊！天天爪子！你们几个老年痴呆啊！你，徐大爷，你大爷！不是，你听我给你解释，解释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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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听，你知道什么叫梦想吗？我们的梦想，需要成为四大名捕。人生在世，如果没有梦想，和咸鱼有什么区别？去你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滚！滚！哎，算了！不跟他们一般见识，不跟他们一般见识。太过分了！走！哎，粗鄙！粗鄙！走！吓死我呀！哎呀，就是那个卖枣的。狂徒，休得无礼！谁？装神弄鬼，出来！吾乃河神是也，百姓以至诚之物祭献于我，岂是尔等阿扎之辈可受用的？
还不速速离开？这是当今的土豪啊！哎呀，河神爷爷呀，我们错了，我们不是有心的，我们马上就走啊！欢迎回答。那个都是我的。错了，我哪知道这个呀？走，都是我的，这么多钱吗？骗子！哎，别，小公子，把你的脏手给我拿开！哎，别动手啊！别动手！有话好好说啊，好好说！哎，好好说！哎，跑啊！你接着跑啊！啊，把钱给我放下！哎，放了。我说你个老骗子，连骗子都敢骗，你有没有点职业道德啊？哎，别动手！干他！哎，小心我的法器！法器！我打的一笑法器！我别法器！哎呀！法器！等一下！少了一个人，你个老骗子，你还想骗人？我们总共就三个人，你，林子呢？哎，你看，卖海带的，哎，别走啊，我的浮尘，我的小尘尘。海带在这儿了，铃铛，铃铛，铃铛！哎呀，小晨晨啊，铃铛，我的小晨晨！老大，啊，我看见一团黑影跑进八仙庙，啊，追，追！哎，嘘，我怀疑啊，你们的铃铛。妖怪抓走了。嗯。哦。我干你！你恶人是吧？你打老子！打死个老子！娘！打死我！你们还有没有同情心？连老人家都打。说，铃铛到底在哪儿？那个卖海带的是不是同伙？什么同伙啊？哎呀！我闯荡江湖这么多年。都是一个人，哪来的同伙呀？你们可以保持沉默，但是你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堂堂正供。还说你是我同伙？把他放下！你先把铃铛放了。好，放下！你先放人！把他放下！你先放人！把他放下！放下！这什么呀？什么情况？这是。
你要干嘛？把铃铛还给我。什么铃铛啊？什么款式的？哪个款式的？没见过呀。铃铛它不是什么东西，它是个人，它是我妹妹。你妹妹丢了，把我老大干什么呀？你们不是一伙的吗？谁跟他是一伙的？哎呀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呐？六个门，五块。事情，事情。都给我带走！开水！带走！啊，走！铃铛，你个死丫头，你个卖黑带的呢？我没见过什么风流倜傥、玉树临风的海带呀、啊。你在干什么？不知道。我们这是怎么了？啊？感觉好奇怪。好奇怪。根本停不下来呀、啊。追猛，追猛！哎，追猛，你终于找回来了。铃铛呢？铃铛！哎呀，铃铛！大哥，铃铛！哎哎，我的小真真，不是，是条海带把我裹走的。海带？是这个海带吗？哦，差不多，就是它。哎，放下！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？要保护现场。妖气。从这个海带的新鲜程度来看，它并不是一条老海带。那么我们要找的犯罪嫌疑人一定是卖海带的。砍开！别急，这有人，有人的。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找你们一宿了，我以为你们丢了呢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被妖怪给抓了，多亏八位神仙救了我们，要不然我们早被妖怪给吃了。八仙就是神仙，这不那几个老年痴呆吗？哎，村长，你可别瞎说，我是亲眼看见几位神仙把我们给救出来的，然后把海带精给收了。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哎呀，小人永远不识泰山呐！哎呀，谢谢神仙啊！谢谢神仙！谢谢神仙啊！多谢神仙！我们不是八仙。我们就是八仙。不是，此次我们八人下凡渡劫。低调。低什么调啊！你低调，你们不认识我们吗？我们是捕怪呀！啊，对，我们不是八仙。低调！哎，都别说这话。我说，一个老骗子，给我抓回衙门！哎呀！是，你们过来。那个有需要帮忙的，找他们，有求必应啊！这帮骗子，追，给我追！快追！走！站住！
还带凶，是谁把你烧成这样？一定会替你报仇的。本店大酬宾五折五折啊！哎，好好好，里边请。哎，好嘞，慢点啊。哎，等等等等，哎，本店不好言，赶紧走，赶紧走啊，赶紧走。嗯。哟，老神仙，来来，您这边请。哎，嗯，有上房吗？有，哎，慢点您。哎，老神仙，您吃点什么？啊，我吃素的。啊、就来一碟花生米，一壶好茶吧。好。哎，再来只烧鸡。烧鸡。哎，烧鸡一只，一壶好茶。主公，海带被杀了，他抓的人也被救走了。何人所为？听村子里的人说，发现八仙，应该是骗子。月圆之夜，近在咫尺，不可再出任何差池。是，老神仙可以用膳了。嗯。要是真有神仙，我还在这儿吃这玩意儿。哎，嗯，老骗子，贡品的账是不是该算一算？哎呦，哎，少废话，贡品就拿这底了。哎，这。算算啊，算我一十，一共二十，差不多。老骗子，我跟你说呀，下回你这……不会是憋什么大招呢吧？哎呀！哎呀，终于拖出来了！哎呀，卡死了，卡死了！哎，算了算了，反正钱到手了。哎，走走走走，下次别让我再见到你。哇，要杀了你！以和为贵，以和为贵。哎呀，这有什么呀？擦一下不就完了吗？哎，你擦一下。哎，你看，哎，走走走，不好意思啊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哎，没事啊，挺帅，等等，啊，杀了我，哎，别走，别走，嗯。这跟我没关系啊，这体质太差了。等一下，我有一个发财的好门路。发财的门路是吧？你到底有什么发财的门路啊？我的意思是，他们既然把我们认成八仙，那我们何不顺水推舟，就扮成八仙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有水。转过去。嗯，装神仙啊？把你给能的，有多大的局就有多大的风险，没点真本事，怎么装神仙？你们没有，我有啊。
你有什么本事啊？我。这就是我的本事。这算什么本事啊？我这个拂尘有法力。哎呦，大仙有法力哟。那大仙能不能给我们施展一下呢？哎，你们几个干嘛呢？不关系，里边请。上。等我。小陈，你要乖乖呀。就你这点把戏，怎么在道上混啊？就。你还真有点本事。八仙，此次下凡是为了帮助你们八仙镇度过50年前预言的那场劫难。本想低调行事，可是还是没藏住。哎呀，神仙，救救我们吧！救救我们吧！救救我们吧！哎呀，张神仙，怎么这个劫难呀？救救我们！真的假的？这还能有假？要不是这几位神仙敬的吗，那么早就被妖怪给抄了，是不是？是啊是啊。那这怎么卡在半空了呢？哎，此次八仙下凡也是渡劫，法力受限啊，他们几位八仙庙救人劳累过度，所以就卡住了。对，神仙为了救我们累着了。是啊，神仙也会累嘛。累了累了。谢谢神仙。谢谢神仙。赶紧说点正事儿啊！此次八仙镇若想度过此劫，必先凝眸吹火土。今必须要以金器供奉上天，方可渡劫。没错，3日之内，我们。将在此地，这叫什么什么酒楼？哦，是什么酒楼？这是什么酒楼？对，是什么酒楼？我是说这里是什么酒楼？是，就是什么酒楼。不管在什么酒楼了，3日之内，我们将在此地开坛做法，将金器供奉上天，八仙镇的劫难方能化解。对。把金器，自家金器都准备好，请个神仙。对对对，我准备准备。你们来几个人帮忙把这几位上仙给抬上去。神仙需要我们帮吗？法力受限，法力受限。对，法力受限啊！快帮我们，快！
这个这四位呢安顿好了啊，还有后面那个神坛也给诸位布置好了。殿下，给各位神仙准备膳食。给几位神仙慢用啊，小的就先告退了。告退，告退，告退，告退。哎呦呵，真累。哎，要吃的了吧？我跟你说，我就没这么正经过。各位神仙，可以用膳了。先放这儿吧。各位神仙，小的先告退了，不打扰您休息。告退，告退。装神仙，你说他们四个能行吗？不行也得行啊。那就让他们四个一直定的呀。哎，要不给他们解开吧。嗯，解不了，至少要一炷香的功夫。你还真是个半仙儿啊，光下毒不解毒。那接下来他们怎么办？要不先开饭吧。四条，这一碗一碗一碗，这是什么牌呀？哎，还真解开了！好，你们四个坑蒙拐骗的啊！弄他们！哎，滚吧！哎，继续继续，一万。你们什么妖术？不要轻举妄动。哎，我说你们四个啊，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啊，你们四个加入我们，咱们一块儿去办八仙啊，到时候挣的钱少不了你们的。哼，我呸，你拿我们四个当什么人？我们四个那是有梦想的年轻人。哎，脑子瓦特了。哎，那就是没得商量了。没得了。正所谓燕雀安知乎。糊了，糊之至。怎么又糊了？哎呀，糊什么糊？哎，我说你们四个想好了没有啊？现在人口失踪案并没有破，而这女的又是目标，不如我们暂时先答应他们，用这女的当诱饵，守在她身边，方便查出幕后真凶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有了，人口失踪案并没有破，而那个女的又是目标，何不暂且答应他们，用那个女的当做诱饵，我就跟在她身边，方便查出幕后真凶。你们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？他们是在说我吗？他敢？完了，你们来，你找定呢？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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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冷静，冷静，误会啊！我兄弟的意思是，他觉得这位女侠可能有危险，那他就想保护在这位女侠身边。并无恶意，并无恶意。那这么说，你们是同意了是吧？商量好了，欢迎加入。好。人家同意加入了，大哥。不好意思，稍等，稍等。来，八筒，小静。神仙，神仙，特比利克，求见大神仙。神仙，大神仙，何事？我想请神仙帮个忙。
有求必应，说吧。妖姬，你不会以为这是一只麻将牌吧？嗯，其实它是一件法器，你看，这里面就封印着一只妖姬。哦不，姬妖。哦，南风。我给你解释一下，这个南风特别南风。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们是在打麻将吧？我们是神仙，这些全是我们封印的妖。哎，你比如说这张，这里面封印的是一只这个治国老风的。国老，来解释一下。哎，所求何事啊？哦，是这样的，神仙，我媳妇儿自从怀孕之后，天天心情抑郁，天天揍我，有没有什么法子能让她开心点儿？莫急莫急，我这里有开心符一符，赐你。谢谢神仙。这是一两，有求必应。哦，谢谢神仙。神仙，神仙，我也有事相求，能让俺们家母猪少吃多长肉吗？莫急莫急。莫急莫急。哎，我有你吃了它，你家的猪就少吃多长肉了。谢谢神仙。五两银子，有求必应。啊，我明白。谢谢神仙啊。嗯。神仙的，我不求大富大贵，那就去神仙的求上神仙。谢谢神仙了，谢谢神仙啊！莫急，莫急。小朋友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？神仙哥哥，我是来找你的。找我做什么？我是来找你许愿的，可是我没有钱，只有这个，可以吗？你想许什么愿啊？我想我爸爸能回来。
当这颗糖变成红色的时候，你的爸爸就会回来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谢谢神仙，这个给你。从此平安无事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你幻术？不是我变出来的呀！真有妖啊！管他是人是妖！真的有妖，拿上金子，赶紧走！好，乡亲们，刚才逃走的那只妖，我们其中的四仙已经在追了。八仙阵这个劫难，基本上算是过了。只要把这些金器供奉给上天，这个雨就会停。而且可保你们一方平安。散了吧，散了吧，都散了吧啊！哎，不下雨了，真的不下雨了，雨停了，真的不下雨了，八仙阵平安了，谢谢神仙，谢谢神仙，谢谢神仙，妖怪呢？跑这么快，追！等等，老大。啊！等等，老大。我在这儿呢，等等我！哎呦我去，跑这么快！不会真的是妖吧？管他是人还是妖，咱们为的是破案。只要案子破了，四大名捕的称号就是我们的了。那老大，哎，咱们真跑不过这河妖啊？对，这妖怪。不是一直都在抓那些阴年阴月阴时出生的人吗？嗯，咱们回去把这些人都给他集中起来，用这些人当诱饵，我就不信这河妖他不出现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他来一个瓮中捉鳖了吧。那这些人会不会有危险啊？不要忘了，我们可是有梦想的人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嗯，废物，要真是八仙，你还有命在这儿？小的大意了，请主公恕罪。今晚若再不把那些人带回来，你知道下场。请主公放心。我跟你们说，幸亏是跑得快，要不然准没好事儿。哎，刚刚那个
不会真的是妖吧？都躺成那样，要不是妖还能是谁呀？那他们四个怎么办啊？还有那些村民。哎，管他们呢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不是，赶紧存钱是正道。哎，挣这么多。哎，下雨了。哎，又下雨了。破天儿这还。神仙保佑，神仙保佑，这次总算是没白干吧。哎，我说你们几个，别看了，在这愣着干什么呀？快过来领金子。哎，这是你的。嗯。哎呦，哎，这次啊，钱是没少挣啊。瞧瞧，这都是货真价实的金子呀！啊，你想许什么愿啊？我想我爸爸能回来。谢谢神仙，这个给你。我要回去。你疯了吧你啊啊！那个镇上有妖怪，真当自己活神仙？有个人我要带走。你要坏了规矩是吧？我的这一份，我可以一分不要。我跟你一起，你别跟着胡闹啊！要不是你们能对付得了的，你们听见了没有？咱们不是真的八仙，咱们就是一群骗子，知道吗？你有这能耐吗？哎，走啊！走吧你们！你们这么去八仙，这就是送死，知道吗？永远都别回来，反正天也是我的。这劫还是来了。那妖怪本领高强，千万别去送死。我有病吧？我为什么要回去送死啊？切，我才不回去呢。Thank you.
子还能和以前一样吗？会的，会的。星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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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星星啊，你看看我星星啊。你没事吧？啊！快当心啊！你们怎么来了？冷片呢？冷片呢？冷片，冷片，琳达，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怎么会这样？没事就好。你们就是骗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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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能变成这样吗？嘿，你们就是想骗我的钱！你们想骗点钱？你们就是骗子！骗子！你们还会再回来吗？听不见！说什么你们？从来就没见过你这种骗子！骗子！你们一个个推卸责任有意义吗？啊！我们现在要团结起来，必须要同心协力，才能把那些被抓走的村民全都给救回来。我也是第一次听见他说话。朱一谋说的对，团结起来，就会村民。别说村民，那是一只什么妖？听说是河童。河童？没事吧？我们得救了，那四个被绳下进来了吗？谢谢神仙，我们现在救命之恩，谢谢神仙，无以为报，谢谢神仙，谢谢神仙，谢谢神仙。哎，乡亲们，乡亲们，现在妖怪已经被铲除了，八仙镇的劫难也过去了，你们可以安全回家了。我们终于可以回去了。
谢谢神仙，好了，我们根本不是什么神仙，你们也不要回家了，直接逃命去吧。妖怪不是已经被抓走了吗？我们为什么还要逃啊？我们抓的只是些小妖，真正的妖，你们根本不知道他有多厉害。可妖怪，确实是你们收的呀，那么大家也都是你们救的呀，各位神仙，可能是劳累过度，法力受限了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，神仙？我说了，我们根本不是神仙。今晚月圆之夜，这只妖一定会来寻仇，再不走，谁也逃不了。那可怎么办呀？是对呀，这个走吧。这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。我们往哪儿逃啊？对啊，是啊，不管你们是谁，但是在我们心中，你们就是八仙。对，我们不能走，我们也不可能走呀。对，不走，我们不走，我的话已经说了，是走是留，你们自己决断。如果你们执意要留，今晚此时，千万要藏好，一定不要出来。或许还有一丝希望。那么，神仙可能就是为了救大家，他们累着了。那我们就听神仙的话，我们先回去。那神仙先好好休息，大家先回去吧。谢谢神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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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先告退，谢谢神仙。老骗子，你们也走。你有病啊！八仙阵的劫难，那就是个传说。那不是传说。八仙阵确实有这一劫。50年前，八仙阵来了鸳鸯二妖，杀人无数。我跟师父追到此地，就是为了要收服他们，可没想到，就你这点道行，还想收了我？哼，不自量力。央之所以要抓你们，就是因为他要凑够7749个阴年阴月阴时出生的人，完成复活渊的阵法，而他就是其中一人。如果你们再不走的话，
他一定会死。我们不管他什么冤什么样的，反正这事我们管定了。我们管定了。没错，只要我们八个人齐心协力，一定能把八仙镇的周全。不是八个，那是你们的事儿。我们三个走。哎，你哎，不是你，我留下。你要疯啊！你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。你走吧，我留下。我走了，他们怎么办？你是阴年阴月阴时的人，你不知道吗？你们两个都走，你们两个都走，我留下。既然非要有一个人留下，那我就留下。坚城，你必须走，领导需要别人照，明白吗？明白吧？我说你怕什么呀？咱们八个人加一起，还怕打不过一个妖精？就是啊，你怕什么呀？老大说的对。就是，你有什么可怕的？不管怎样，这一战我要参与。我倒想看看，他们到底能把我怎么样？别担心，我保护你。还有我。怎么着啊，表个态呀！你倒说句话呀！对呀，你表个态呀！好好好，留下，留下，都留下！够了。你们真以为自己是八仙啊？你、你还有你，你们三个就是掉进钱眼里的江湖骗子，拿什么打妖怪？靠着烟袋，还是你这张破嘴？对对对，说的有道理。哎，他们三个示弱了点，还有你们四个，聋子、瞎子、没脑子、蠢货。他们闭嘴！你们七个从哪儿来，回哪儿去？废物，走啊，走！好，走就走，老子这就不管了，走，走，站着干嘛？走啊！领导，领导，咱们也走吧。咱们又不是真的八仙，咱们是废物，弄不好啊还给人拖后腿。走吧。哎呀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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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别再让人家往外轰了。走吧。可复生者，皆非情之至。夫君，我等这一天等得太久。怎么？就你一个人吗？谁说他是一个人？想好了，
们就是八仙，八仙就位。区区几只蝼蚁，独自量力。今十月，未土重生。
去。我们终于又在一起了。夫君，是我。你是谁？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我是央娥。我不认识你。我等了你50年，你现在说不认识我？我要让所有人为吾大义为难！大胆妖孽，八仙在此还不速速伏法？来得正好，当年要不是你们打伤我的夫君，他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央，你有违天道，涂炭生灵，即便你汇聚灵力将渊复活，也只不过是一副躯壳罢了。我劝你放下执念，修成正果。就起一头说教，我既敢违天命，早就不在乎什么得道成仙。小心！夫君，夫君，夫君，娘子，我想起来了。做尘土，就可以生生世世在一起。八仙阵的劫难至此化解，这
就是小八仙的故事，信吗？不相信，不相信。真的假的？不知道，看不出来他们俩是真怪。对呀，你说是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嗯，是的，是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呀？就是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说呀。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，自然是真的。哎，那你是谁啊？你猜？这开心符还真灵啊！在此，还不速速就法！你们是八仙？不对，怎么就七个人？我猜他们是七个葫芦娃。葫芦娃？什么葫芦娃？谁是葫芦娃？我们之所以少一个人，主要是因为国老去参加蟠桃会了，所以我们这里只有七个，明白吗？对，我们就是八仙。大胆妖孽！八仙在此，还不速速伏法！哎，哎，这里也是八仙，那里也是八仙，到底哪边是真的呀？冒牌八仙！我们是真的，我们才是，我们是真的，你这是假的还是假的？你们才是假的，我们是真的，我们才是假的，我们才是假的，我们才是假的。救命！我们拦斗法，走走走走走走，来呀！八仙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哎呀，累死了！这黄桥野岭的哪有蟠桃会呀？这人都死哪儿去了？哎，这可累死我了！哎，哎，连老人家都骗呐！哎，哎，还。有没有同情心的？哎，有没有人啊？救命啊！